这是什么？当年朕为了除掉一个世战的暴君而牺牲了朕的皇兄，没想到今天朕倒成了你们眼中的暴君了。瀚海的将士们成了王朝的孤魂，王朝的将士们成了瀚海的野鬼，可天下依然是大乱。你跟我讲这些有什么用？难道想瓦解我的斗志？哼，朕并不想瓦解你的斗志，只是朕实在不想再为了朕个人的权益而牺牲那些无辜老百姓的生命。可是我作为瀚海的王子，我有责任为我们瀚海的子民讨回血债。如果朕的死能换来瀚海和王朝的永世和平，你就杀了朕吧。朕死而无憾。雷欧，我是纳兰朵，我希望瀚海和王朝不要再有任何战争。我当时是为了维护和平才结束生命的。现在，我希望你和同光化敌为友。动手吧。我还会来找你的。纳兰朵，纳兰朵。